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哈洛卡。这阵子的火红游戏《还愿》，你已经玩过了吗？如果你跟哈洛卡我一样，因为太过害怕，所以一直想玩又不敢玩，想玩又不敢玩的话呢？接下来呢，有个模组可以让你大大的降低这种惊悚感，甚至还会想要让你对游戏的细节一探究竟喽。这下子呢，我们终于可以不怕不怕喽。在两岸三地间掀起话题的《还愿》，里面的宗教元素和家庭议题都是大家讨论的题材，而里面的杜美心、巩立方角色也纷纷有玩家的恶创，甚至是 cosplay 都出现了。后来出现了风风雨雨，使得游戏产生不少争议，而且写稿期间在 Steam 仍是下架状态处理技术性问题，让玩家们不免感到可惜。不过游戏中满满的家庭元素竟然也掀起玩家们另一种恶搞欲望，台湾的 MOD 创作者竟然把还愿中的素材换上满满的 ACG 元素，顿时惊悚感大打折扣，反而让人想认真找一找游戏中还藏了哪些小彩蛋。 MOD 已经开放给大家下载了，不过毕竟是非官方的程式，下载之前别忘了先备份自己的档案哦。